我是个拳师，不是个赌徒。 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公平？明天的比赛会安排重炮给你打。重炮是泰国的拳王，已经有两个拳师在台上被他打死了。只敢在拳击台上进行卑鄙的谋杀，这是你的，我没那么多钱。我宁愿死，也不屈服。